Beyond 非常好听的歌，很厉害。这个八年级、九年级非常熟悉 Beyond 的作品，很赞。刚刚还有上个团还有《海阔天空》，继续会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。你看，有人从台北、台中，真的带了野餐餐盒、削好的水果跟寿司、星巴克，全家人开车来就野餐，就为了参加东势的草地音乐会。今天的气氛氛围真的非常好，请大家坐在座的朋友手上有智慧型手机的，记得打卡和平公园，然后呢标东势音在那个草地音乐会，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2016年在这边度过最美好的小时光。继续舞台交给我们的风筝乐团，掌声鼓励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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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麻烦在座的一位朋友先请他上来吗？陈金泉，陈老大，陈老大，陈老大，请上台。陈老大上台要拍要那个魔术吗？还是走路有风哦。我想有一部电影大家应该都有看过，然后它算是翻译成的成名电影。有谁看过《海角七号》的？还有还蛮多的呢，哇。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翻译成，所以你现在是要骂一段脏话是吗？那一段就直接扣掉了，那一段就直接扣掉了。冷静一点，手上吉他也不少钱。这我这把还是要卖掉的。对了，我这边有一个失误招领啊！刚才在台上帮我们打鼓的同朋友，可以吗？上来招领一下。S6不便宜哦。你这样就错了，你应该收下来，然后换一个价钱卖出去。应该说卖给还给他的。也是可以哦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接下来为各位带一首《海角七号》的主题，算是前面的插曲，插曲，对，东欧呢。Trying to dig my heart and soul. Now, baby, could not fall.